一片红的都没有。你像使用咱这个巧克力也就半个多月吧，二十天现在。啊，大约就是。啊、上色多好。我这是讲看，我这是这一回是葡萄暂续，不是暂两次月，第二次月暂了以后我。啊。我大约没有时间。这大约到月底差不多就能有一部分能采收吧。今年肯定要早了，那个往年它红的少。今年可红的多了，我估计这要卖的早。提前上市吧。申请上市，是不是提前上市？能提前十几天啊？对吧？提前十几天。咱这个肥料就是咱巧克力使用以后，就是说提前七到十天，可以晚采收七到十天。就是说你感觉这个栗子，我觉得这能提前，知道吧？这个栗子你看着红了，但是它不软，它栗子还是很硬的。啊，你看现在。我怎么想到我这能变上？巧克力用了好不好？谁这么想到？巧克力怎么样？美的很是吧？美的太。那就给我们点个赞。点个赞嘞。点个赞，咱想想这样的。啊，没问题，巧克力没问题。这巧克力就是好。转过来，把袋子拿着转过来。照相，等我照相，别先忙回来。给一百秧子培养，给一百果实培养这么好。